黄金丸，你是不是偷吃我辣条？没有呀，辣条是什么呀？来搬，来搬！你听到，你知道他就是合同没？赶快去消费！妈，我到这边还需要两分钟。今天前面光明水果店有活动，买一送一哦。Yes， 光明水果店今天不是倒闭了吗？作为一名爱吃辣条的人，真的感到吃多了辣条，难道我就不会自己做吗？我当然可以，所做黄金人上线。春眠不觉晓，啊、妈，这阳是凉的，遥光器位置也没变。数量没少。